主料：香菇40克，海蛎200克，花蛤30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鸡精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准备材料：香菇要提前泡一会，海蛎、花蛤。锅内放适量油烧热，放泡好的香菇，翻炒一下，将海蛎、花蛤均匀翻炒。先下适量盐、鸡精，放适量的水，烧至沸腾，放适量的盐、鸡精，均匀搅拌入味。出锅前可加点香菜，美味海鲜香菇汤就好了。烹饪技巧：花蛤记得用盐水舀半天，让它吐沙沫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